近日，辣妈胡杏儿为某杂志拍摄封面，让人惊讶的是，产后的胡杏儿不仅美出了新高度，而且身材也恢复得十分苗条。照片中，胡杏儿不论是黑色西装衬着墨绿色碎花裙，还是粉色西装加淡黄色阔腿裤，都让人感觉眼前一亮。不过再看后面的几套造型就有点雷人了，条纹高领打底衫加超薄防晒衬衫，外面再套一个格子西服，这造型也是让人无法理解了。还有这套造型直接让网友们大呼，这是得罪造型师团队了吗？除了造型有些雷人，更强劲的是胡杏儿的身材实在是太瘦了，都有点脱相了。胡杏儿的眼妆有点浓，再加上硬凹的造型，让不少网友都看成了马思纯啊。放一张两人的对比照，简直就是傻傻分不清楚。胡杏儿与老公结婚两年，一直爱得甜蜜，两人经常晒出恩爱点滴。去年母亲节，胡杏儿在微博公布怀孕的消息，同年10月13日生下儿子 Brandon， 升级为三口之家后，幸福更是加倍。